下岗职工形式雇。05年因工程改制问题，待遇不公和所欠的工资，06年我上访，到北京上访，他可是回来他们一直不解决，不是推就是拖着靠，又多次用公安人员威胁我，给我抓到公安局告我，你这个事儿这几年我们不管，只要你上访我们就抓你，没办法，回来他们短路谈也没有用，不用上访。07年2月15号，我在北京南站住的时候，被驻京办信访人员蔡景安、刘洋和两名公安，还一名信访人员，绑架我，强迫我拽到车上打我，拽到车上，给我绑回哈尔滨。绑回哈尔滨以后，当时在北京站呢，所以他当时放北京放哪儿？啊？在北京放到哪儿了？北京没不直接给我拉到车上，这个车扣着我，什么车？面包车。他们几个人就床拽着你，连打带打，强拽你上北京车，完后一直在车上，不让我下车，完了给我送到火车上压回来，压了以后交给周立明，就是哈尔滨经贸委信访办主任周立明，完又换了两名公安，给我整到一专科，哈尔滨第一专科医院，给我关到里头2月14号，15号回来的，16号早上到家。完了，这不是15号在那待了一个月以后，又给我整到这个医院来，以后就关了10天了。这期间呢，在北京时候多次公安抓我，公安局抓我关到道外分局，好几次以后，完了又把我放了。什么时候放的？那是多次都整到部门整来以后，就整到那个富水度假村，完公安局接过来。到公安局里头，叫里头就是警告你呗，你事儿不解决我们不管，你上访我们就抓你。什么时间给你放的？是06年，06年7月份时候。放出来多长时间？他们在那儿完了，关了时间不长，几个小时以后就放。哎呀，放出来在外边多长时间？什么时候又管你？每次回来都是公安局。公安局完了，到负债官求你给你关到公安局里头，关到公安局里头完了，告诉你上不上访我们不管，你上北京上访，我们就抓你，就打击你，就迫害你，就这么说的吗？对，就这么说的。那就是说，给你关到这儿，就是没有让你出去。你刚才说给你放出来过。那是北京，那是。